他是持着一把枪啊，哈，遗失的枪，抵住他母亲，企图要同归于尽。哦，那因为我们刚刚才说到，我们会等一下会针对现场，哦，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搜索。所以他母亲是帮助他拒捕吗？还是他母亲是也是被害人？他母亲就在里面哦。那我们一开始也跟他劝哦，希望说他能够劝他儿子啊，哦，要赶快出来哦。但是他母亲啊，有提到哦，他也是被他儿子挟持啊，哈，哦，他不能出来，那出来啊可能会引爆瓦斯等等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在最后啊才决定要用攻坚的方式。所以当时瓦斯桶是嫌犯，他有放在哪里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嫌犯是有企图要开瓦斯啊，所以消防队的水线好几次啊都有帮我们把这个状况啊来排除。基本上自己可能是经验的，对不对？据我的了解，这一位嫌犯哈，有很多分局都曾经把他列为目标。那之前也曾经有过拒捕的动作啊，也是那个要挟他家里的人。